恋综吗？那什么综艺都搞成恋综好不好？这样不好哦。程潇来吧。干嘛？我们俩聚一块儿不好吧？快点来吧，你快点，别废话了。烦。你们就拿下来，直接就我们这边认输之后，你们分我们35%，好吧 ？OK。不是，先玩一下，先玩一下。前天底，世界级旅行家马可波罗说，如果有一艘载胡椒的船去埃及的亚历山大或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必有多少艘船来到志同港？看就完了，这没什么可以，你别捂，我看看。我看看怎么事儿，只有35%。这怎么能看到啊？那个啊，这次我们不能输，不能让他们老把我们当软柿子捏。哎呀，我看看。哎呀，我操！你这样该让我看了吧？你是赖皮，好难啊！换人玩。咱俩啊，和平共处一点，我给你看。你太逗了！哎，本色。哇！厉害了！永远不要相信女人啊，你这个人呐、啊！妈妈说的没错，真的越漂亮的女人，他们抓我们35%。啊，红队已经获胜了，不能平分。哇，这也太无语了。我们太穷了。哇、哦！他们要给我们35%啊！我们才200块。如果下一轮你们赢了，我们就不分；如果你们输了，我们再分。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们现在要在这儿等谁？我跟你玩，哥。玩赢了可不可以赚100？玩赢了你给我100，玩输了500都给你。哎呦，有500了。啊，500了。玩输了都给你。你代表他们三个吗？可以吗？玩赢他给我100，我要输了给他500。疯了。光光呢，他是属于特别虎一人，动不动会拿着500换人家100。我觉得我是善良的狼。善良的狼那是哈士奇。那不是了，善战的狼。你放心，我跟他肯定输不了。他是规矩的缔造者，你挑战他，你疯了。你挑战导演，你疯了，你好像。你把他踢了，以后不能让他管钱。我们要收回这个金钱权利。今天开始，你是最后一次管钱。你放心，我跟他肯定输不了。来不来？来吧，来。哇，燃起来了！哥哥，500，孤注一掷，加油！天哪，这么认真吗？为了节目效果，没办法，多拼了。天哪，哥，我们挺你。这怎么和导演比上了？跟导演干上了，哥。我们现有快60岁了。哎，没有，谁说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夏之光。来，3、2、1，祝你！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叫什么？儿子。南海一号，好，帅！不可能吧？这证明了！我为什么敢找他？就是因为我知道试游戏的导演肯定不是他，他就是坐在那看，所以就我肯定选他。是的，你的感觉不止60了。
我觉得这样，导演就说这一局算你们赢，我们这边导演这边选一个人出来啊、OK ，再选一个，把你替掉。对，跟你们来一个终极决战，因为我们两个好像实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导演组玩这个玩的最好的是谁？加油！哦，加油！一局定胜负啊！宋时，我国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哎，好。哎，好。哎，好、哎。老手。哎呦。这绳不会又崩开弹脸上吧？有来有回的啊。导演组的手已经触碰了我方蓝方的身体了啊。是他来找我的。你再有一次，哎哎哎哎。袭胸，袭胸，没有没有，袭胸，狂拍一次，快点，顶级拉扯，双方现在战况都很焦灼。先把这个头帘打开，58个58，对对，答对了，200块，对的，我们又成功了。刷，看你们最强的来，我们还可以再刷，看你们最强的来，还有谁？小田他们组就是一个疯狂的赚钱组，印钞机。以后钱就在你这儿了。你刚怎么这么说的？是我冒昧了。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这仨都已成万元户了吧？500块。啊？500块。500啊？他们有500块。不是你得跟他们 PK 一下，我不相信他们仨里头任何挑出一个你干不过他们，单挑。哥把身家都压在你身上啊，200亿块钱全压，输了咋办哥？零零，就跟他们干一把，就干一把，可以。沙哥，你们有多少钱现在？200，敢不敢跟我们搏一把？我们700，你们200。哎呦，你们都有700的，这样，你们赢了，我们的200你们拿走。哎，你们输了，你们从700里拿出500给我们，拿出500给我们。那不行，那为啥呀？不是你算这个账，我是200倾家荡产啊，输了，等于零啊。你是 all in 是吧？对啊，你不，他是200换300。200换300，你是不是有病？你们输了，你们还剩300呢，我们输了是零啊。200换200，200换400，200，只能是200。钱在我这儿，钱在我这儿，我不 OK。好，那我们走了。你看，我们金主爸爸说不同意。上，200换200，上。就我这个体格，咱们能50玩50的吗？你大方点儿，你都700块钱了。75，不能再多了。不，100、200，100嘛，100一把，100换100啊！加油啊！好了，我开始要发布题目了。中国替风靡欧洲一茬篮球。你说清楚点啊！你说，不，你们别听问题了，直接看。等一下，他源自中国闽南方言。今天哪种外语“茶”的发音仍然跟闽南语“茶”很像？英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缅甸语、土耳其语、缅甸语、英语、德语、法语、法语。谁喊的？谁喊的法语？何语喊的法语。我差点就说何语了。拿一百，不服再来。我们服了，再来一把。我们走吧。再来一把，跟何语再来一把，再给一百，再给一百。什么再给一百？再给一百。好不容易挑战导演组拿了200，又再给你们100，再给一百。我们像要饭的那个。再给一百，咱赢的，要什么饭？咱又靠实力赢的。你们俩服不服？再来一把，来我来，100啊，100，
他要把那一百赢回去是吗？他要赢回来。好，准备哦，我要开始发布题目了。长海生中万国山，不是你让嘉瑞说，你让嘉瑞说，对对，姐姐，来，你跟我说哪个题？这个题 ，OK， 来，长海生中万国山，盛时泉州。市井十州人，大批外国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这个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此时他被西方航海家称赞为什么？什么玩意儿？被称之为哇，真的很难，你们俩加油。王哥蒙丝绸之路啊？不是，这个确实好像有点难。就给你们俩提醒，是泉州是一个什么的港口？海丝港口，贸易出口。你们现在开始不看了？看呀，看了，我刚看到了，我都看不出来是啥。哎，我逮着了啊！我的眼睛就是纸。什么？中国海关。哎哎哎！我看看沙溢老师怎么回事？我看眼里进沙子了，这是。什么的？什么的？什么？就是最后五个字是的港口之一。丝绸港口，这不是什么港口？四大港口。什么的港口之一？是一个范围，是一个范围。哎，沙哥， yeah. 怎么了？亚洲四大港口，哎呦呦，不对不对不对，再猜，不对，猜不对，世界亚洲最大港口之一，不对，世界最大，世界最大，哎，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哎，我们倒猜完了，看你这没说完啊，没说完，那个你们没说之一，行了，确实没说，这要打平嘛，再来一局，行了，行了，别在那赖，别在那赖，是的。没输没赢，赢一局输一局，白忙一场。哥，你看我画的这个狼怎么样？不错，但是你这个应该是涂鸦生图功能吧？露馅了吧？是啊，像我这种灵魂画手，只有三星手机才能懂。它还能生成一些不同的画风。我先来画一个小人儿，看我给你生成一个卡通风格。哇，那以后有了这个再也不用担心不会画画了。那当然了。